低点头，低点头。这谁啊？周深吗？哎呀，这是他。低点头，低点头。周深，周深，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改变了，改变了，群演全是真人。社恐人，社恐魂。我还有个易拉宝，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个易拉宝，我真的是。就他，变花篮，我不说。变个花篮上南山。谢谢你找小朋友。小朋友，你会唱山歌吗？我不会唱。你不会唱啊？你有没有会的歌？你展示一下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身走暗巷，也不会怎么样。最不要我跟吴亦凡也不会。那我们第一题，稳爆霜，黑柳山蓝溪姑苏马。稳爆霜，黑柳山溪姑苏马。稳爆霜，黑寒柳兰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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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马，姑苏马，寒柳兰溪，姑苏马。稳爆霜，寒柳兰溪，寒柳兰溪，姑苏马。对，稳爆霜，姑苏马，寒柳，寒柳兰溪，姑苏马，姑苏马。有会壮语的朋友吗？您会壮语吗？壮语有人会吗？您会壮语吗？可以，是吧？好，稳爆霜。寒柳三溪姑苏马。哦，稳爆霜，稳爆霜。寒柳三什么？三溪。刘三姐。壮族人民。他们三姐称为什么？这么难的题目，那称为什么？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刘三姐，这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吗？壮族人把刘三姐称为什么？有人知道答案吗？歌仙。歌仙。哎，唱歌的仙。找老师对。找老师对。歌仙。老师，我们知道了。歌仙。没错，答对了。第二题啊。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德宝，德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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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光地，光地，勇马丁醒，大宝，大宝，光地，勇马丁醒，大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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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勇马丁醒，大宝，大宝，还去问那个人吧，还去问那个人，大宝，大宝。光地勇马丁醒。广西的男女青年用什么来定情？这个你们知道吗？绣球。绣球。对，绣球。他们俩是百事通啊！三二一，绣球。没错，没错，没错。OK。好，第三题啊。更彪荡。更彪荡。嗯，彪。更彪荡，更彪荡，米杜马来，米杜马来，更彪荡，米杜马来 ，Let's go， 更彪荡，米杜马来，米杜马来，更彪荡，米杜马来，更彪荡，米杜马来，更彪荡，米杜马来。老师，再问一下吗？更彪荡，米杜马来，米杜马来。哦，宫洞，铜鼓上有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最多？铜鼓有什么动物最多？青蛙。OK， 人民的力量 ，Run， 青蛙。好，赌钩。下一题，鸭的肉英雄，英雄。没了。鸭的肉。Hello. OK, go. 英雄，拉丁了，拉丁了，我们去玩。拉丁了，心情。我们去玩。拉丁了，心情。拉丁了，拉丁了，心情。老师再问你。挺累的。拉丁了，拉丁了。英雄，心情。拉丁了。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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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一个什么东西啊？拉找一个什么东西？拉地了，不是地。我觉得一个一个的来。你先说着，我再听。老师，您再说一遍呗。拉地了。拉。拉。拉地了。拉地了。姓柳，姓柳，哦哦哦，然后呢？然后呢？后面两个，殷婷，殷勤，殷勤，殷婷是吗？哦，殷婷，殷婷，拉的柳，殷婷，好，猜测，就是找石榴合影，拍照啊，这个意思，找石榴拍照，找石榴拍照。啊，这里有石榴吗？找石榴合照。你就说完了。找石榴合影。展厅里。展厅哪有石榴啊？石榴。石榴。不是吧？这么多展厅。哪有石榴啊？这不都是和谐乐章？这块也没石榴啊。石榴。啊，那哪里啊？那中间大石榴。老师，拉的哥，殷勤。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导演，打完了。哇，真的假的？全打完了。对。天哪，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今天太厉害了。老师，白鹿的壮语这个怎么读？不鲁，我呢？反省省，反省省，反省反省，反省省，啊，反省省，不鲁，你还敢偷笑我？不鲁，恭喜你们答对了所有的题目，可以补充十件货品：糖水甜品、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凌晨两点依然热闹非凡，而你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是夜市接龙，进行物品名字的首尾接龙，完成接龙数量越多，获得的货物越多。那你们的第一个起始任务词语是南宁，请以宁为发音寻找下一件物品。30分钟计时开始。啥玩意？宁第一个就是，我就想到柠檬，这就是柠檬。关键萌有什么？萌萌哒，蒙太奇，孟鹤堂。那不是一个。哎，我们先把柠檬买了吧。好，多少钱？谢谢啊。行，谢谢啊。蒙古的有没有蒙古的东西？你这肉夹馍是蒙古的吗？有孟婆汤卖吗？孟婆汤来一碗吗？哎，真有啊！真有啊！没有，有冰粉。哎呀，你说真有就好了。就是啊，太难了。第二个就卡住了。看一下烧烤里有些啥。啊，走吧走，快。第一次感觉，快，找东西找不到。烤肉，哎，烤肉。有没有蒙古烤肉？有蒙古的牛肉。蒙古牛肉，那就买卖一个。给我。给咱一个蒙古牛肉，我们给你转账。肉末，肉泥，肉碎，肉就多了吧？肉就多了。一份就好，哥。不要。一份就好，哥。就一份。我们给你转。就一份。转钱。多少钱？8块。哎，谢谢哥。这不是肉干吗？那拿个肉干。对啊。干些啥？干脆面。哎，可以啊。面就好些了，面条。对，多少钱？一个就行。那你就给我一试用的，试用的这个。试用的也行，好不好？这个我就拿你这个啊，谢谢。肉干啊，我直接找干脆面啊。干脆面，我来找面。直接找干脆面，去便利店里。有什么面什么东西？你这有面什么东西？面粉可以，给我点面粉。好，谢谢，面粉。粉丝，你是我粉丝吗？不是啊。你跟我走吧，跟我走。对，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嘛？思念饼。
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吗？嗯，对。那我们就买一个思念是一种饼，有饼吗？丝瓜饼。海哥，哎，他没有干脆面了。有饼啊。来来，拿什么？没有干脆面了。没有干脆面。不行啊，我后面都已经接下去了。什么？面粉、粉丝。那这个干脆面必须得找出来。必须得。这还有什么小卖部没？不是，这儿肯定有干脆面啊。谁有干脆面吗？要不我再去找。有，你帮我去找找。走走走，快快快快快！你紧张吗？这时间？紧张，我赶时间。开始啊，从南宁开始，柠檬、蒙古牛肉、牛肉、肉干、肉干，这是肉干，肉干，我们就拿了一小块风干牛肉的那个试用装，对，肉干，你摸一下，没事，绝对是肉干，是肉干，肯定是肉干。干脆面，有干脆面吗？太好了，太好了，哇，谢谢你，谢谢你，哇，谢谢，干脆面，没问题吧？面粉，面粉，没问题吧？嗯。粉丝，粉丝，粉丝，这是我的粉丝，没有问题，对，绝对认证。我有好多那个观看你们节目的那个记录。你不能这样会不能让一个粉丝失望，对吧？对、嗯、对，他是粉丝，我认可，但是他不是物品的那种粉丝，他是人物的那种粉丝。他是一个人物，人物也是物，哎，你先，对吧？先接着往下。人物也是物嘛，丝，丝就厉害了，我跟你说，就这个饼。丝跟饼有什么关系？来，预备起。思念是一种饼，哦，思念是一种饼。没问题吧？我觉得真的没问题。这没问题吧？好了，接下去就更没问题了。饼干，饼干，干货，棒棒硬，干货。货币，货币。OK， 恭喜两位完成了十个词语接龙，可以补充实践货品。哎呀，今年这活接的好啊！欢迎来到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广西各地的美食，而你们的捕获任务是寻找列表里的美食并品尝，两人品尝打卡的美食越多，就可以获得越多的货物。我要吃酸野，酸野是什么东西？走，酸野在哪儿啊？啊，酸野，酸野。可以来一个酸野，谢谢。快快，多少钱呢？你自己挑。他是你得拿完他才算钱呢，是不是？是称的。对，人是称的。酸野就是酸的东西，什么都行，是这意思吧？酸酸甜甜的部分。那再来个木瓜，可以了。放点椒盐啊。椒盐啊，还有辣椒吗？有一点点微辣的。一点点微辣。给我尝一个呗。这就给你的。谢谢。好吃。等一下，还有这个芒果是最好吃的，我放。哎呦，谢谢，灵魂呗，酸野的灵魂，多少钱？哦，加起来16。这个有。快快快！我要吃田螺鸭叫饱。来了来了来了！给钱。多少钱啊？50。50啊？来了来了！哇，你看里面有啥？哎呦，豆腐。有鸭脖。有田螺，你能闻到里面有酸笋的味道有没有？什么是酸笋？哪儿呢？就这个，嗯，就是很像螺蛳粉的那种，香香臭臭的。这还好吃啊？那我们现在可以打包了吧？不吃了？啊，就我们吃过了，就算完成任务为主，不是真的请大家来吃饭的吗？撤。接下来啊，我们看我们要往前走，还有老友粉，还有鸳鸯湖，我们现在多久了？哦，57了，我们刚才从35，那就等于我们还有7分钟吗？阿峰，还有7分钟。哎，贾露叶，贾露霞，拿一个，谢谢，给钱。多少钱？5块。真冲雷公根有不？有啊有啊。真冲雷公根给我，来喝一个，谢谢。你先喝。哎呀，这啥呀？这是。真冲雷公根。来10块钱的，梨膏糖有吗？把啥在这里？啊，梨膏糖有了。
25一瓶，谢谢。又有个25的啊。咋的，老咳嗽？你刚才有了钱不够了咋的？老你怎么听有人咳嗽呢？别整个抠搜的，这刚花几个钱啊就咳嗽。天哪，在哪儿啊？哎妈呀，你姐已经消失在人海了。龟苓膏，我想要一个红糖麻薯龟苓膏，给我下单，我叫他啊，给钱。我这一转眼儿你就消失在人海了。哎，那你赶紧在这等着，我去下家看看行吗？你去吧。老友粉，老友粉，老板给我一个海霸王的牛肉老友粉呀。大概多久能好呀？很快的，1分钟左右。哇，好吃啊，真好吃，真好吃，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东西。哇，这太好吃了。老板还有多久呀？我来不及了，我完成不了任务了，全靠你了。沙哥呢？我哥呢？哥还没好啊。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哇，这好吃！让涛姐回来吧。哇，这太好吃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来不及了，不行了，快点，快点，快点，不行了，不行了，全靠你了，不行了，要不就随便给我一碗呗？你样子啊！哇，这么烫的东西，吐我了，拜拜。我哥呢？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咋还在这吃上了？咱都没有时间了，这哥。你快尝尝，这太好吃了。咱这是放弃了？怎么？哎呦我去！给你磕着我了，快快！给你要了一碗，太好吃了。哎，怎么样？好吃。你太厉害了。是你厉害，要搁我，我跟你讲，两三样吧。沙哥、涛姐，你们一共打卡了西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而在青秀山里最常见的就是唱着歌的游客，因此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民歌接唱，请来领取。民歌接唱，我们会唱的也不多呀。唱出民歌的上半句，让市民接唱下半句。接唱成功的市民越多，获得的货物越多。啊，这个会。山歌好比春江水，谢谢了你的带来的温暖。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飘的马儿跑。特别好，哇，我好厉害。任务限时30分钟，计时开始。有没有会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三个好冷漠的人啊！没有人会唱吗？有没有会唱这首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嘞，这边灿烂，那边红，那边红。回答错误啊！歌词里面不是那一句。山歌好比春江水耶，不怕寒仙晚有火老晚有。哦，是那个、哦。好，我们再来一下。山歌好比春江水嘞，不怕寒仙。晚有多，晚有多。好，恭喜接唱成功！太厉害了，天哪！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下个找你。先这个简单吧，好，好，好，就他了。我们抓一个年轻的吧。抓个年轻的，让他唱山歌。不要跑！不跑了，谁跑得最快找谁，就他了。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就他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相思发，白鸟齐飞翔。谢谢，就他了，变花篮，我不说，变个花篮上南山，正院的，谢谢您，找小朋友，小朋友你会唱山歌吗？我不会唱，你不会唱啊？你有没有会的歌？你展示一下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身走暗巷，也不会怎么样，是不要我跟吴亦凡也不会。对，小姨，哎，这个阿姨好。阿姨你好，你好，我们想跟您一起唱首歌。唱歌吗？可以，我试试吗？哦，好，试。变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了红牡丹，牡丹花儿开得艳。唱得很好，但是不了。我看一下，哦，是那个啊。好，我们再来一下，修正一下，我们怎么去数那个花？阿姨们写字，哎，这两，我们是什么两什么花？两。用那个字，那个字。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好，恭喜接唱成功。谢谢您。好厉害！他们怎么记歌词这么厉害？还有什么呢？山歌好比春江水，唱了。先这个简单吧，先好。好，接他了。真的，往那爬。咱们。牵起了你的改动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毛。牵起了你的改头来，让我来看你的眉毛。你的脸呐又真漂亮啊，好像那月亮下山啊。回答错误。那谢谢您，那我们可以找下一个。这有点难，有点难。试试啊，挑战一下。好，我们试一下。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身上。天哪，我们找到了民歌团啊。恭喜深深和雨琦，你们一共接唱成功了四首歌曲，可以补充八件货品。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以加班夜游的方式去推荐这些地方，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贵阳。我很爱贵阳，但是也不至于加班吧。但是我们只有两位成员需要去加班。哦，到目前为止第一位成员就已经产生了，谁啊？他就是周深。周深怎么产生的？谁的炸弹多吗？因为首先你是在贵阳长大的，其次你也是兄弟团的成员，像加班这种事情首当其冲吧。好苍白的解释。好苍白。很荣幸，很开心呀！除此之外，我们会产生一位跟周深一起去加班的人，但是怎么产生呢？就是大家看到身后的这个巨型保龄球，通过打保龄球的方式，成绩排名前三的成员是不需要加班的。周深需要从其余成绩当中挑选一位跟你一起去加班，挑选一位。周老师，那就程程吧。程选还没答呢，内定了，内定了。你肯定进不了前三。
大家都选择完毕了，我们就依次来揭晓你们选择的道具是什么。首先我们来揭晓一号箱子。哇，这很好哎。哇，至少是个圆的，又有重量又大又圆的。来吧。黄秋秋，黄秋秋，欢迎来到这里。耶！这坏的，这坏的，看人家没打中，高兴的。哇！哦，橄榄球，这好东西，这是好的，这好的。一二三。三二一，蹦蹦蹦蹦！这是好啊，哎，这个重，这是好的，它圆的呀。走，走。有成绩就行。六个，行，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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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冰箱吗？啊？哦，购物车。哎呦，这厉害了。哦，衣架。这个好啊，这个厉害，这有轱辘。哇，这么大一个鞋。哇，这好可爱呀。把梦开吓一跳，快告诉我，我想说，什么？哟，这哇什么行李箱？来吧，来吧，来吧，只有一次机会，我稍微再给点力，对。一二，搜你，搜你。使劲使劲走！求求了，十号，我不想加班了，爬了一天了，我真的累了。别告诉我是安慕希，我就疯了。安慕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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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慕希。哎呦！哦，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啊，我开始了啊。贵阳，下期见。贵阳。下期见。绿绿的贵阳，爽爽的贵阳。我开始了啊，贵阳，下期见。贵阳，下期见。绿绿的贵阳，爽爽的。我不想加班了，一共就这么大缝，多一毫一厘米都过不去，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好啊，那结果也出来了。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啊！
选择谁，你就撕他的名牌。周深，我不干了，周深。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周深。现在你们要以夜游的方式推荐贾秀楼，现在为推荐官送上你的推荐官名牌以及一份易拉宝，可以随走随放。自己的那个照片。走吧走吧，大家再见。贵阳的宣传片好好拍啊，观众朋友们继续跟我们继续游玩贵阳喽。可怜的宝宝。真无所谓。贵阳，嗯，我爱你。这么神奇，会带我们去哪呀？啊，贾秀楼。贾秀楼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地方。今天主要是在介绍贵阳。给你俩准备了点点心、衣服。啊？是不是你们带名牌怕这一会儿到地儿人多？哦哦哦。什么夜行衣呀？那不是不是。咱们推荐不用脸推荐是吧？来吧，给我吧。哦，贾秀楼到了。哇，好多人！哎呀，你不是你太明显。我个子吗？你以为你不明显？我们直接找了个我们团队里最高的。也没事了，人家明明就想知道的吧。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低点头，低点头。这谁啊？周深吗？哎呀，这是他。这个。低点头，低点头。周深。周深，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改变了，改变了，群演全是真人，社恐人，社恐魂。我们还有个易拉宝，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个易拉宝，我真的是绝了。我你稍微给他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很快。该怎么介绍？这是你的全身，快点给我介绍。这就是贾秀楼，然后它是贵阳典型的一个文化的标志，很有名。贵州的文化最有名的是一个有叫王阳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的致良知，他的所有那些哲学中心思想是在贵州这边形成的。而且好像说，就以后贵阳他会有个计划，就是会把这边会建一个关于贾秀楼的一个文化广场，会让大家更了解贾秀楼的一些文化什么的。开始可以哈，小导游，成功，贾秀楼，好，好景，可以，大家确实可以看一下，好漂亮。来吧，叶老宝给我们放，我们不要放了吧，必须要放吗？哎呀，我真的会谢。哎呀，这是什么？太丑了，真要放吗？一定要让我这么社死，好羞耻啊！大家记得来贵阳玩。贵阳虽然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了解关于贵阳的一些文化。看后面有多少人，看着我们。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跟一起来贵阳玩，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欢迎大家来贵阳！三二一，欢迎大家来贵阳！欢迎大家来贵阳！谢谢，快来吧，快来吧！好，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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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两个社畜，让我们在应该算是社恐吧，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拉一拉宝。那张照片会不会过了二三十年还在那儿啊？不要的。你看，我都不知道这有和平公园地铁站了，都变化多大。那你小时候以前都是坐公交？坐中巴呀、小巴呀，或者是公交车，对呀、啊。现在又有 BRT， 又有地铁的，完全变得我已经完全不认识的贵阳。妈呀，感觉自己坐上了当时上学的车，上学的上学的对巴士一样。你当时坐几号？哇，就是36路，我以前就经常坐36路回家。你就是36路？对，我以前还住好像是浣纱桥那边，以前经常坐这个上课。北京路。这哪？对。哦。不是吧你们？这是去我高中的路上。这真的是你的高中吗？这是我的高中，已经进来了六中，贵阳六中。哇塞，你别说，你们这学校还挺好的。六中真的很漂亮。嗯，真的这么一看，真的。它白天也很漂亮，不会让你那么感受到学习的压力，可以让你放松的去学习。嗯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还好吗？两位，你觉得呢？我们在假设楼拉一周深的易拉宝，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俩像两个贼，我们两个本来就非常社死的这个人，结果大爷大妈非得让周深唱一首歌才能要放我们走。高三才上，我的妈！这个经历也很难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今天一整天，深深一次推荐官都没有当上，然后还辛苦的加了一个班。不辛苦，不辛苦。其实就是今天在我们所有的任务当中，你们中队一次都没有抽到你们自己队伍的球。为什么？是因为除了你之外，其他的成员都有在背着你，对你进行一系列的秘密任务。他们每完成一次秘密任务，那么你这一环节的球就不会出现在抽签的区域。你说吧，你什么意思？没意思。你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说吧。你看我眼睛。哎，你们在做啥？秘密任务。那究竟成员们对你做了什么，我们就一一来揭晓。先来给你上一个道具。哎呀，看到为什么你的名字上面都有一个 keep k ok， 所有带 k 的都是有炸弹的。哦，这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接下来揭晓你的第二项秘密任务。好，第二项秘密任务跟你的一位非常熟悉的人有关。跑男团的都很熟悉啊。不是，哦，不是咱们跑男团的，就在这里的。在这里的？对。那就是我老师。对，我老师啊。没错，所以就请你自己去找你的老师问个明白吧。你问问你老师我对他都做了什么吧。我去找我老师啊，我觉得有点尴尬。别尴尬，有我在呢，有我陪着你。哇，连这句名言都没有变，千里之行，只向高山行。微尘，啊，哇，天哪，快过来啊！赵老师，这是你和晨晨过来、啊。赵老师，对，我把晨晨的，就我高中和班里面上的。哎，老师好，快！哎呦天哪，仔仔，3年没见面了。对呀、啊，好多年了都。嗯。
挺哎呀，挺好的，老师见面。上来。我跟老师已经打过招呼。哦，你们。我跟老师现在。哦。你们都见过了之前。对对对，今下午。今天下午。我们今天下午这个任务啊，其实是玩那个山坝上那个游戏的同时，然后呢要去跟老师见面，然后呢老师吃一份零食，我们吃一份美食，就是要快速吃完，然后再出现在你面前，但不能让你发现。我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我们老说什么上厕所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去跟老师见面的。尚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为什么帮他们骗我？尚老师以前是您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班主任。零七年的时候，对对对，哇，零七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给你录了像唱歌的？哦，记得记得，就当时在班。你来，我来给我给你看。快快快快来！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帮你记起来。你当时还是那个，快来，就是那个，来。老师，我跟你说，朗诵了的。老师一辈子都是老师，无论你今年就快四十了，也都是你。快来快来快来看，快来看你的那个。生命是最脆弱，但人类是最顽强。还在朗诵，多可爱呀、啊！这有老师还给记录了一下这童年。你现在看我也可爱，我跟那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吧，跟我们比赛的时候给他看。真好。对对对，但当时我记得教我们的时候还有怀小宝宝，现在都几岁了？十四岁。哇塞！嗯。老师，周深已经是一个调皮的。老师，周深已经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吗？不调皮。我不调皮，我可乖了。安静。安静。我真的很内向。那他学习好吗？当时。可以。可以。不偏科哈。偏音乐。偏音乐。学校里面的所有的歌咏比赛，他都拿冠军。厉害！我跟你讲嘛，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的是那个歌咏比赛，然后我说谁来领唱，他们说周深，啊我不知道，我说那行，大家推荐你就去，然后一上台，下面就有尖叫声，就有粉丝啊，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拍了一个 MV？ 不要再提那个 MV 了。不要再提了。忘记他吧，邵老师。应该懂，我懂，我懂。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遗憾，就是因为我自己性格，我是从小到大都比较害怕老师，没有那个性格或者是心情去跟老师处成朋友一样的关系，这是我特别遗憾。我其实还蛮想来看老师的，但是我就会一直有一个很学生的心态，所以，对，所以，哎，那就是谢谢，可以再见了。但是你每次到节日，你就给我发信息，我都那个就很温暖，真的很温暖。挺好的，我还是谢谢尚老师，谢谢尚老师，谢谢辛苦，谢谢尚老师，谢谢。不要跟我客气。嗨，我要当年是尚老师教我，我现在早就能唱的大鱼唱的比你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前往你们学校的体育馆，为你揭晓最后一项秘密任务。这边就是体育馆，来吧。哇！妈呀，这么多人！来吧，师哥。师姐，你看到是我们贵阳六中的合唱团。哦。同学们为了欢迎你回到我们校，还专门排练了一首歌曲。哦。想唱给你听。那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出现过很多次的《爽爽的贵阳》啊，因为来到了家乡嘛。但是在大家表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来揭晓一下，成员们对你做的第三项秘密任务。是什么？其实就跟这首歌有关。
我背着装满渴望的行囊，寻觅抛开属城的地方。今天与你相遇，眼里释放惊喜的光芒。这冰激凌不错啊，帮我拍这么矮。我背着装满向往的行囊，寻觅抖落风霜的方向。这个什么时候？今儿的月亮，今儿就是清风的月亮。记下了没？记下了。你看，大家小心台阶呀、啊！我现在配合浑浊的天空，元气去了，难熬的热浪。我想吟诗一首《环城森林》，用来缕缕清新，千里山风吹动，阵阵阴凉。现在在我耳边唱歌，我都没听见吗？感受着你的气息，可可的归呀，双双的。哈哈哈哈哈！我你那个确实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成员们对你进行的所有秘密任务都已经揭晓完毕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浩雷推荐官来推荐贵阳，希望都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但还是很坎坷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乘坐延吉独有的当当车，在当当车上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三次选择任务。当当车上有四位阿姨为大家准备了传统朝鲜族民谣演唱，你们上车后有两种方式跟阿姨们打招呼，一种是正常的招手打招呼，嗨阿姨大家好，另一种是热情的打招呼。好，下面为大家演示啊，有点尴尬，你是有你的流程要走是吗？Hey you 阿姨 ，What's up？ 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心情好吗？爱你们哟。抽筋了脸。为什么呀，问哥？嗨，阿姨们，你们今天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嗨，阿姨们，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心情好吗？哎呀，一不错，今天。阿姨说能不能让我下去？从年龄上我应该叫大姐吧？你个妹妹们，妹妹。嘿，大姐 ，What's up？ 今天天气不错，你心情好吗？哎，你们有。我求你，求你一定要选这个好。一定要选这个，求你。现在当当车已经在商场门外停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三次选择任务，怎么有什么想法吗？各位上学一会儿，我的就都这个。嘿，阿姨们，我也没有，你们的心情好吗？爱你们。哎，我操，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可开心了，爱你哦。这是什么？都在这儿练呢。海哥，你还 OK 吗？我 OK 啊。Hey， what's up， 阿姨，你们好吗？爱你哦。你们心情好吗？爱你哦。别到时候上去全都是 Hello 阿姨，就我一个人在那 What's up？ 走吧，就这么走吧。那我先呗。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换新美味，奔向美好，一起安慕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 Z 世界、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Hello， 阿姨好。欢迎欢迎。帅哥。我好尴尬。嗨，欢迎欢迎，嗨，阿姨们，你们好，不错，感觉不错。你们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爱你哦，漂亮。咱们三个人一上来都是这样，一模一样。怎么办？那太棒了。一模一样。嘿，相信我，你是什么？我觉得沙爹有点。阿姨们好。哎，晚上好。红尾鲨，你就结束了？红尾鲨，沙溢。你这个人太坏了，太坏了。阿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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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呀，这人真坏。阿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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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阿姨，漂亮啊你啊，今天天气不错哦，哇，你们好吗？看你哟 ，Thank you， 你们选的啥呀？都跳了，都跳了，都跳了，完了。嘿，阿姨们好，阿姨们好，哎，阿姨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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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阿姨们，哇，好漂亮，好漂亮，阿姨们好，哎，您可真好啊，太坏了，太坏了，咱们俩要不要就什么？为什么？要是前面他们都是 What's up， 咱们俩这有啥意思啊？是不是都变一个都有意思？咱就这个哈，啊，这个对，含蓄点的，含蓄版的。你确定？咱就这个哈，含蓄版的。我操吧，今天天气好吗？爱你们。看你这是撒谎精，你在那儿骗人。几个人做了？你做了吗？骗人。五个、六个，已经六个做了。我做了。七个，你呢？八个，只有一个人没做。你看开心的，乐得脸都红了。那我们这一次的选择就结束了。刚才有四位成员选择了用热情的方式和阿姨们打招呼。啊，只有四个，全是骗子。为团队赢得了5200G的团队经费，
选择热情打招呼的成员，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骰子点数。我是第一个跳的。快快快！哎呀，神鸟队的各位成员，你们的线索照片就在这里，但是你们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才能获得照片。请问安慕希新推出的口味是什么？嗨，长白山蓝莓。回答正确。安慕希新推出的 AMX 长白山蓝莓口味，产地直采，减50%蔗糖，喝起来更健康哦。请问今年是安慕希成立的第几年？啊，第十年。回答正确，安慕希已经陪伴我们十年了。这么简单？你看，有的是摇倒也就这样了。他怎么早上想的太复杂？这是你们第一组任务地点的两张线索照片。走，我们今天第一站到达的地方是杜甫草堂。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抓人的？感觉好像我觉得真的很漂亮。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抓人的？哎，慢点。然后呢，追击队的各位成员，因为你们在第一项任务中获胜，赢得了非常大的优势，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完成与你们的市民互动任务后，就可以开通两个神鸟队任务点的直播信号，帮助你们更好的定位神鸟队，完成追击。但是在领取任务前，你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说，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显示，我国超过25%的受访者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请说出三种能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我觉得第一个就少玩手机，第二个呢就是喝个奶。啊，对，助眠。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换一个喜临门的床垫试一试啦。哦，要有一个好的状态，还得是抓住深度睡眠的时间才行。深度好睡眠，首选喜临门。这是你们第一组任务地点的两张线索照片，都有太阳神鸟标志。你们需要找到照片拍摄的正确位置，并且看见太阳神鸟的标志，才可以领取照片地点的任务。完成任务的队可以获得下一组任务地点的线索照片。我们找到望远镜就行了，是吧？要用望远镜看见太阳神鸟的标志才可以领取任务。发微博吗？是呀。我觉得我表哥在这儿呢。哥，这两张图分别是两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知道是哪两个地方？那个是谁呀？这姑娘读书呢。姑娘，哎，你好。你好。你好，想跟你问个路。你能知道这是哪儿吗？咱说是这网红打卡点，三环路的那个桥吗？三环路桥。三环路桥叫啥呀？要咱过去怎么说呢？这三环路桥，我忘了。你就忘了？哎，什么？那是哪个的吗？啊，就是那个环球中心。环球中心。那我们就找这个吧。走吧。那我们走了啊。喂，我们去那个有红色跑道的那个。啊，行，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对，好。环球中心。好。哥，就这个跑道，具体在这个红色的跑道，我只要能到这儿就行。你告诉我怎么到这儿。那是什么地方？先找到这个湖嘛，这是个湖嘛。您知道这个地方吗？这个湖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湖啊？锦城湖是不是？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也很想知道。啊，我知道这在哪儿了。那两个双子的那个，反正附近。双子塔附近。不是，我们搜在双子塔附近的湖不就好了？我们要不要先去双子塔 ？Go！湖的对面，对着双子塔的位置。哎，双子塔有交子公园，你看，对，就那个湖应该是这儿，交子公园吗？对，是吧？交子公园，师傅，22分钟。我看那个望远镜的位置，应该就在环球中心往城外走的，应该就在天府一街那附近有一个绿道，上面是有一个望远镜。天府一街，就是桂溪公园那个地方。桂溪公园内是吧？对，我给你发那个位置，你到那个位置，你找路上去。桂溪生态公园。这儿。对，归位都写上了，人家。有啊，桂溪生态公园，咱们就去桂溪生态公园啊，师傅。18分钟出城，那怎么样？东移门，具体一点，东移门啊。现在为你们公布市民互动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首字母组词，找到四位成都市民一起参与，1分钟内所有人完成指定的拼音首字母组词，且答案各不相同，即为成功。
现在就可以邀请对吗？可以啊。来，妹妹，一看你就是那种聪明人，很厉害的聪明人。来来来，来吧，你愿意帮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可以可以。好嘞。小妹妹想不想玩个游戏？想玩。要不要你抱着她来？来来来来来。爷爷，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干嘛？组词。他拿着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我拿下来可以。可以，可以，爷爷可以坐的。哦，这个凳子，这个凳子。第一组词的首字母是 B H， 计时开始。白。白虎。白鹤。饱和。饱和。饱和。包含。包含。包含。保护。说过了啊，保护说过了。百合。呀，我说了，我。辩护可以。可以。辩护。辩护。辩护没说过吧？说了啊，辩护说了，就差我了。捕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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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时1分03秒，挑战失败。啊。下一轮，下一轮，来来来来来。第二组词的首字母是 B M， 保姆、表妹、保姆、表妹。对对对，保姆。闭门。白妈。白马。白马。对。叔叔说一个，宝妈。宝妈。宝妈可以。宝妈可以。加油，加油。我别骂，你可以说。别骂我了，别骂。你可以说不摸。别骂，不摸，别骂。这不算。不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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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算词语。白门呢？帮忙，帮忙可以。方便。店美。喝酒。马上有完事儿。我要去，我还有事儿。啊，马上啊，叔叔。用时53秒，挑战成功。成了，叔叔。撑到撤了。叔叔说完事儿没有？撤了啊，有事儿呢。也谢谢各位市民参与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将为你们开通神鸟队的前两个任务点直播信号，帮助你们定位。好。哎，有信号了。来来了来了。你看这个有咱们是一个吗？这是个什么？哦，这个是个咖啡厅。能放吗？哎，我感觉是顶楼的。这写了个什么中心？你看天。这感觉是个顶楼，对。天府。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我们那个，这是什么地方？这好像有条江，河边，这是一条河边。我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问一下市民，这什么地方？阿姨，这哪里啊？哪儿啊？这儿。双子塔。这里。在那个交子大道。交子大厦。交子大道。交子大道。你们先去吧，我跟陈哥。好，那我们去那个我们去那个咖啡厅了。你们能知道咖啡厅在哪吗？上面写着呢。那你们先去，快去，走，见人就砸。好，快，着急，跑去。天府街道规划展示中心，交子公园。好，记住了。你在那边写啊？交子公园。对。好，交子公园。交子公园。拜拜。交子公园在哪儿？师傅，我们现在这儿到那个交子公园。交子公园有多远？11公里。11公里这么远？行，咱们这边人还没到呢，咱们就是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四个人都给拿下。是不是就是要跑步，然后这个人跑完，那个全部跑？锤子呢？哦，在这儿。锤子，吓死我了！你猜吧。我就生命保华了。一会儿进来就开锤啊！好。环球中心到了，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是不是这个桥啊？我们走上去就是了，是走上去就是。哎，这个地的颜色就对了。那应该是。这边吧，应该是。好像是望远镜，就这个。是，就这个望远镜吗？就这个吧。哇哇哦哦，你来找吧。
哎，你好，你好，你好。说拿这个看有一个太阳神鸟的标记在哪儿啊？没错，最远的那个桥在那里啊。哦，就是那个，我看见了。哦，看见了，看，远处那个，那个就在那儿，就在远处那个。就在这儿，来来来，看一下，不知道，就是看找到那个标志，那最后那个里头那个高的那个，对对对，是就这个望远镜吗？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啊、难道上面有字吗？难道是？任务是什么呢？它、啊、难道上面有字吗？难道是？啊，在这儿，望远镜上，嗨。在后面，在后面，看半天贴在后面。请乘坐电瓶车前往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挑战读不完的文章。走吧。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赶紧啊！快快快！来了来了，我估计他们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喽。妈呀，这有跑步机是咋回事啊？这是要一边跑步一边念书吗？哎。有人去了，他们可能也在往那边赶。我觉得裁判已经去了，应该有人。哦，吓我一跳 ！VJ 已经到了啊，人到了，他们人到了，快走快走！到了，这谁？走啊！来吧！恭喜你们找到游戏地点交子公园，在这里你们要挑战的任务是读不完的文章。在跑步机上跑步一分钟后，用一口气尽可能多的朗读文章。一旦换气，换下一个人开始一分钟跑步。所有人接力完成一整篇文章的朗读，就可以点亮图腾上的一只神鸟。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哦，他们要跑步的任务。韩庚在跑，我估计他们是不是要跑到多少里程，然后就可以才能点亮，对，才能点亮一个今天的这个任务。成都有趣的地名，在成都带动物的地名真的不少。马，这么快，这么快吗？这么快吗？才一行，太陌生了。没事没事，接着来接着来。太陌生了，场吧那个。牛市口、牛市街、狮子山、罗马市、牛王庙、猫猫巷，不仅能凑十二生肖，就算凑成一个动物园，都可以。在成都有关仙的地名，到处都能遇到。二仙桥、金仙桥、宋仙桥、望仙桥、电仙桥，好像神仙都住在桥上。除此之外，在成都还有这些有意思的地名，这些有意思的地名。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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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分钟从一数到万，比如一品天下、二仙桥、三瓦窑、四道街、五昭路、琉璃厂、戚家巷、八宝街、九里堤、十里店、百寿路、千祥街、万年找，还能找到百家姓，比如梁家巷、李家什么万家这个。辛苦了，辛苦了。哇，好多呀、啊，还有。你可以的。白家沟、蔡家坝、曹家、碾陈家宴，还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一听就是有点故事的明蜀王陵、马超路、黄州路、武侯祠望、走资。看到这里，是不是你也觉得成都地名很有意思？觉得成都地名很有意思？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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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差点没过去，我可以可以，主要是庚哥这个头打得好，不多不少，一行就一行，这叫战略，让你们看清楚，你知道吗？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一个打卡点的任务，顺利点亮了第一只神鸟。下一个任务等大家离开这个场地之后就简单，原路返回，快走，别让他们追上来，快走快走。呀，台铃长续航电动车，这是导演组给我准备的交通工具吗？那我就骑上我心爱的台铃长续航电动车，想怎么跑就怎么跑，他们再也别想追上我，稳赢了。
快走快走。这是你们的第二组任务地点的线索照片。哦，完成了，他们。我们都没到呢。师傅还有多久啊？两分钟。真的，根据我现在的判断，我试试我今天我们俩能不能追上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看见他们在眼皮底下完成任务。哎，他们已经在跑了。行吧，我看看能不能逮着他们啊。哎呀，啊！哇塞，安慕希。成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什么文化融合，各地人带来了多食材与制作方法，见证了各种美食。美食的诞生，成都著名的创新美食夫妻飞天，最早是由一对姓郭的夫妻发明。这对姓郭的夫妻采用上好的生款牛舌牛心，以牛头皮进行调，他们制作的分辨味道独特，吃起来非常爽口。下面的蒸鱼香有根料出的，那香里的味精百倍变成的独特脑海脑。有希望，你这最后给我留一句就行，那个留逗号就行。哎呦，我现在就是安慕希，我早知道把它说完了。加油，你可以的。我给你看着，我给你看着，咱多一秒都不好。开始。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创立十年，不断探索中国各地制作原材料，而真的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超白山蓝莓酸奶，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减少了50%的蔗糖，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一点不腻，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这都不用咱俩了，你才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创立十年，不断探索中国各地制作原材料，而真正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减少了50%的蔗糖，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一点不腻，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恭喜你们这一组完成了这个任务，你们可以领取下一阶段的证书。我们要快走，要不然他们该追上来了。我们要不要咱把东西拿着走吧？咱走吧，一号吧。哎呀，那灯亮了，咱导演组也不骗咱们，给灯亮了。加快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国际大都市。哇塞，太好了，果然还是安慕希最厉害呀、啊！你先那个啥，跟他们确认一下，他们去哪儿，咱去另一个。对。喂。哎，你们去哪一个图啊？收到两张照片是吧？对，两张照片，一个是有一个红色的什么加快中国建设西部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围墙和蓝色的一个成都牌。现在先去红色的那个。你们去红色，那我们找蓝色的那个呗。可以可以。先走。咱们这个也不容易啊。家园。家园路吗？这是家园什么路？对，但是 baby 说那个，如果那个路就刚好叫家园，就是叫成都有一条叫家园路。行。哎呦喂，找到了，太厉害了啊！有个家人真好。师傅，咱们去这个青羊区光华西华家园，具体地址是家园路8号204没跑。哇，真的是人民的力量。成都人好吗？表哥，成都人有群的。要你问哥哥，这人是谁？看一下啊，这怎么找？百度地图看一下。C D R T。C D 什么 ？R T。电视台。四川成都广播电视台。哎。是不是这个门？我看看。哎，是，成都电视台。那咱现在我们去电视台吧。这没有说四个人要四个人完成啊。对啊。那就分开了。分队效率高，然后风险低嘛。对。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寄托他们身上。对对对。那我们就靠边停呗。靠边停，我们先换一辆车。
省一点时间。你们去广播电台啊。好的。哎，你说就录一期跑男，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了。你说其他人，明儿我还没去叫齐呢。跟拍戏差不多哈。对呀。顺便植入一下吧，我们的新作品《情人攻略四》已经顺利的杀青了，在今年的某一个档期上映。我希望大家到电影院多多支持。孟云、于飞，不知道上一次陪你看《情人攻略》的人现在还在不在？他们都已经做完了，咱们要不现在去做个任务吧？对，我们就在那个边上停，然后呢，我们就不往那儿走了。好。哦，那两个楼在这儿，那他们应该在这边。他们在那上面的吧？我们在这儿就好了。啊，我们就在这儿就可以了。因为神鸟队已经完成了任务，并且得到了新的线索照片，所以你们可以通过完成接下来的市民互动任务来接通第二组神鸟队的直播信号。你们两队当中只要有一队完成，就可以接通直播信号。请来领取任务卡，踢毽子，邀请市民一起踢毽子，所有人都踢到一次毽子且毽子不落地即为成功。我得找咱们，别闹了，找年轻那个，再去找女生会踢毽子。有会踢毽子的吗？谁会？你来。还有谁会踢毽子？谁会？你确定会吗？来，别忽悠我啊！好，你来。还有谁？我们要做任务。你确定会踢吗？你来。上去吗？对。现在几个人了？四个了，够了。四个够了。妹妹辛苦。我是把弄成六个人。哦，好嘞。都是啊。但关键是你们会帮我们吗？你们是白梦妍的粉丝，你们会帮我。粉丝，无所谓。有周深的粉丝吗？有没有大黑牛的粉丝？我们快开始呀！我跳的大黑牛，快开始吧！好，这样。来，你们是白梦妍的影迷，对不对？对。但你们会帮我们吗？对，你们都会踢毽子，对不对？我要说谢谢你，快开始吧！那你开第一个，好，来吧。老师，您在下面休息一会儿。老师，没事，再试一次，加油，你可以的，再试一次。没事，不会踢的踢第一个比较好。不会踢第一个，对。成功，恭喜陈哥和深深，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留一下手机，我们会给你们开接下来他们两个点的任务点。我们直接上。哎，这怎么玩意儿？还有广告？什么？开个 VIP 吧，你们能不能开个 VIP？ 这什么玩意儿？软件还让我看广告？下一个。这个。什么广播电视台？成都广播电视台。超市上面有益民菜市家园店。哎，益民菜市家园店在哪里啊？马上给你搜。马上给你找。益民菜市，我也会搜啊。看见了吗？益民菜市家园店来了。有。谢谢。这个地址青阳区家园南路12号。我们去青阳区家园南路12号。哎呀喂，看他们直接出别玩游戏了。对。谁？儿哥，雷哥，喂，你们去成都电视台，我们去另外。对，你们去成都电视台找他们。啊、那很近，快！我们去益民菜市，好吧？好嘞，哥，踢毽子呢，哥。你们不用踢毽子了，直接出发就行，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那个信号源被他们解开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得去下一个地方，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成都电视台就在这旁边，我们刚刚过来看到了，先上车吧。成都广播电视台，4公里。OK， 4公里，出发。师傅快到了吗？还有2分钟。好的，谢谢。还有3分钟。3分钟。
心跳加速。师傅，咱可以稍微开得快一点。不紧张，有种在被人追杀的感觉。这辆车是什么？千万别磕。哦，什么都没有。咱们先去买。就蹲在这个柜子后面。应该没这么快，祈祷一下。准备了，收网行动，准备了。上车哥来我们这儿说堵车。现在杀戮欲望已经开启了，就想锤人。等会儿，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好像到了。喂，陈哥，我们先生到了，我们到那个广播电视台了。太好了，你们阻击他们，现在我们说话不要浪费时间，用最快的时间把台词说完。哎，我们看到他们了，等一下，停，我们看到他了，我们看到他了，我看那个亮了灯的车，哪里啊？喂，我们看到他们了，我们先挂了。好好走，大嫂，走，红娘她面目狰狞啊，真的是，是这儿吧？你就进最近的地方，师傅，就是我们随时可以逃出来的那种。锤子呢？锤子呢？大哥，快！哪儿啊？这不是他们吧？他们跑了？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这儿吗？不是这儿啊！麻将，打麻将，挣不出的骰子，什么意思？恭喜你们找到正确的任务地点——成都电视台。在这里，你们需要从两个任务中选择一个进行挑战。哎，他们来了。是这里面吗？他看到我们了！这个，小慢点，慢点，慢点。跑不了，跑不了！我车呢？范先生，咱俩第一次见面。来，这个光荣的这个一锤就献给你了，来吧。白鹿，由于你已经被追击队抓获，你的阵营也发生改变，现在需要为你更换精灵牌，去除金币章。其实挺谢谢你们的，真跑不动了。喂，啊，你在哪儿？我打车走了。你打车走了？他们走了吗？我哪知道啊！给我吓死了！你没被抓是吧？嗯，这地方还回来吗？我现在还在里头，姐。哎，我你自己完成一下。你确定？他们都跑出去了吗？跟着你。好，你先完成，你先完成。他们要是在这儿，我就先跑；如果他们不在这儿，我就先把这个试试完，能不能完成？OK。哦，我也不知道。OK。嗯，好。会骗人呢，五十，对不起了啊！说好再捡内衣，一块去逛街的。姐，对不住你啊，姐，请你喝咖啡去。我出去看。这样吧，让我就不进
让这个静怡进去陪你。什么鬼啊！先敲一下啊！敲！哇，你们真可怕！你们真的太可怕了。首字母购物，成员们根据给出的拼音首字母购买物品。我来了。完成购买后返回确认，越早买回的得分越高。如果买到了和其他组重复的物品，不得分。所以就买了要立马冲回来，冲第一个，可能还得跑得快。拿什么东西买啊？微信扫一扫。每个桌子上有一个竹篮，里面给大家提供了500块钱的现金。哎呦！你们俩谁管钱啊？哦，我管钱，他管我。好男人，好男人。来吧，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一个词语，准备抢最后这一秒吗？这一秒都要抢吗？至于吗？啊 ，baby， 你们拿了多差的牌啊！鲫鱼 ，JY， 走，迷路了，去哪儿啊？走错了。这玩意儿还有关门的，我的天哪！哎呀，你们拿了多差的牌呀，都至于不至于？你是什么？是什么？都行。大家往哪儿走啊？直接面行吗？白鹿，哎，往哪儿走？JY，鲫鱼有什么呀？金香。哇，咱俩脑子一片一片糊涂。想一想，别着急。酒、旧、交、鸡、鸡、啊、鸡、鸡眼、鸡、鸡眼，上哪儿找鸡去？想一想还有什么呢？鸡疵，你组个词帮我们组一下。鸡疵、鸡翅、鸡翅、鸡翅有吗？鸡翅、韭菜，快！鸡翅。快！谢谢你们，一会儿给你钱。哇，从这儿回去。JC， 我们有鸡翅，哎，不对，哎，不对，我们买错东西了。它是鱼，我们以为是鸡。从来。鲫鱼。哎，酒精也是。酒精？有酒精吗，姐姐？不对，酒精不是 JJ 吗 ？JJ 是我，是经济，是 JY， 蔡淑坤。游戏是游戏，生活是生活。今天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JY， 我们要 JY。酱油。这个是酱油吧？这是醋。你平常不做饭吗，锁？酱油你都找不到，酱油哦，对，酱油，我们又赢了，多少钱？9块钱，便宜点吧，2块吧。他是蔡徐坤啊，那蔡徐坤2块钱，蔡徐坤只值2块钱，给你5块钱吧，给你5块钱，对，走吧，走，快回去。鲸鱼啊，鲸鱼上哪儿买呀？鲸鱼有没有鲸鱼？然后有那种小的。快去回去！没品钱的，多少钱？20。你等等我，锁。快来 ，Yes！ 我来了，我从哪儿来？我赢了。来，第一件，鲸鱼，算10分。Yes！ 有人回来过吗？你的搭档呢？拿到了。哎妈，他跑得有点慢。酱油啊、哦，酱油，正确，9分。第几个了？他第几个了？第二个。假牙？有人戴假牙吗？快！有人戴假牙吗？有人戴假牙能给你吗？那玩意儿，假牙有没有？假牙。走！我要假牙。一会儿给你钱。假牙正确， yes. 8分。关键是我都九
想不起来有啥。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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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鸡鸡鱼鸡鱼鸡鱼有吗？有那那这边排火，旁边看准了看准了，加加加鱼鸡鸡鱼，哎，金鱼也行，金鱼，哎，行，可以，金鱼，多少钱？多少钱？我给你20吧。哎哎，金鱼啊，金鱼，哦哦，金鱼怎么卖？10块。那我直接买一双。谢谢，谢谢，你好，来，跑回去，跑回去。酱鸭，那个酱鸭。啊，酱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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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你太牛了，老板。不要盖了，不要盖了，对不起。拿了，拿了，走走走。没事没事，可以可以，我举着走。哇，你小心哦。你小心哦。这是干嘛？哇，怎么这么多人找到啊？是这儿吗？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好嘞。金鱼，金鱼7分正确。金鱼，金鱼，金鱼刚买重复了，好，鱼哥刚买重复了，他们买了金鱼。啊，假牙怎么都能找着？假牙是什么？假牙是什么鬼？假喵，你们怎么又有啊？喵，喵，金鱼，喵，恭喜6分。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怎么想到的？这拼呗，就拼呗，一点点拼。假鱼。假鱼那边有假鱼没有吧？哎，有，我怎么觉得我刚到又要跑了？加油，谁说今天运动量不大的？哎呀，这跑得真累啊。快金鱼，金鱼，酱鸭，酱鸭正确。监狱已经有人买了，重复了。金鱼，我们还有一个金鱼，金鱼也有人买。这是老板非常贵重的一个杯子，这是他非常珍重的记忆。这哪有？不算，记忆还不算啊！他们把甲鱼买了，真的有啊！甲鱼啊！甲鱼，这也买得到？甲鱼行不？正确。这是放桌上，这还有几个？还有3个，来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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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啥啊？我知道什么。那咱的鸡眼。对，鸡眼也算，肯定算。那眼睛在哪啊？在上面啊，鸡眼。走，锁啊，你体力太好了，锁。来，走。鸡眼，鸡眼，鸡的眼睛在哪里啊？在眼睛上面啊。这不算，这不算，这不可以。他说不算。等一下，谁说不算？刚谁说不算？他穿那个蓝色衬衫里面蓝色衬衫的那个是吧？镜头给一下，蓝色衬衫是谁？蓝色。而且他很凶哦，他说不算。这，你让他算。算不算？算不算？算。来，鸡眼，鸡眼，重复了，刚刚重复。鸡眼还能重复？鸡眼还能重复？鸡眼还能重复？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你猜？我猜不出来。这是啥？脚丫，正确。假眼，玩具吗？正确。物品找完了，实验物品已经找回来了。你们那个都没有我这个厉害。你叫什么？我们这是奔跑吧的记忆。安慕希，安慕希一直陪着我们。这趴是植入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趴是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得分的东西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加油，加油。第一道题目目前领先的是沙哥组26分，我们26分。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第二题。宋玉，走走走走走。我们能想好再走吗，哥？快快快快！啊！宋玉，宋玉，宋玉，宋宋宋玉，宋宋。姐，这你给我试试。想啥呀？啥呀？这啥呀？哎哎哎哎哎！苏鱼，我们找到了两个。苏鱼，我们第一个苏鱼。苏鱼啊，我们找到两个。正确。还有一个素颜。素颜不算。素颜为啥不算？小圆不算。不算，这小圆都不算。要是不算就不算，你们太过分了。我往那边看看呗。有素鱼吗？不不不，等一下，我再拿一个。等一下，宵夜可以吧？不算。为什么不算？这可以做宵夜，谁规定我宵夜不行？而且宵夜是 X Y， 姐姐，是 S Y。姐姐，谢谢。山羊、山药、山药，说山药。山药在山药在后面啊。菜田里有。姐姐，你人真好啊。帅哥，你有什么山？我有佛手。松果，你有松果吗？松果是君。哦，松。酸什么？不知道啊。酸什么？蒜油蒜油。嗯。哎，老板有蒜油吗？蒜和油放在一起的。你好会编哦。蒜油嘛。睡什么？睡什么？睡。睡。睡。完了。我操！鼠药。鼠药。鼠。卡住了。地瓜干。啊。桂花糕不是，这是啥？数一下，蒜和鱼，蒜和鱼，蒜和鱼，找到一个，正确，蒜鱼，哦，锅碗蒜油，这个蒜蒜鱼可以吗？蒜鱼牵强，这个正确。给我蒜叶，正确。蒜叶上衣。我们来了，上衣，正确。上衣，发现了。哎，他这个，上，哎，等一下，看我，傻眼，表演都成表演了，这个。哎，腼腆能算我数？可以吗？树叶，可以吗？有了，可以吗？你先告诉我，快，喊神药，可以吗？神药是个药，神药什么是神药？不算。好了，鲨鱼，正确。鲨鱼挺好。还有位置吗？有。喘口气，里面有一只羊是山羊，山羊都可以。可以。山羊，开开。在哪儿？生呀，在哪儿？快，金晨，快！跑路了，我也跑不动了。他去哪儿啊？哥呀，哥，哎，我很有诗意，我吟诗一首。对，快跑吧！快！快，我们去那边接吧，我们在那个门口接。抓一把盐，快！当什么盐？快！走，谢谢。来，我们来了，我们抓到一个摄影。找着了，摄影，正确。快，你就站后边，你就别动了，站后边。我还拍呢。那算数啊？这么大个算第几啊？几分？山药，满了。我们来了，下一个。山芋，山芋，你们都
放桌上吧。好好好，我得翻来了。坤坤，又一个，得表演。今日又见所，美貌又变多。哇哦，好。他爱上了我，有没有结果？失忆啊，失忆啊，失忆。这一轮白队没有得分，山芋呢？晚了。这是玉米，哥们儿，这是烤玉米，这是山芋。人家那才叫山芋，不一样啊。这不是山芋，是山。山里的玉米不叫山芋吗？不是，失忆呢？都晚了。你说沙溢他还有个活的，你失忆他太朦胧了。沙溢是东西吗？是东西。我觉得敢说，你敢说他不是个东西？我觉得他不是东西。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声乐，声乐来。哇、wow ，好，非常好的一段表演，算是表演了。谢谢为我们助兴。对。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好，请看题。红茶。还走吗？红唇，红唇，红唇，红唇。怎么了？没事吧？红唇。谁？在屋里找，不用出去。红衬。有了。算吗？不对。哎，红菜，很红的菜是光红菜。啊，我不算，哪里不算？是红不对还是？没有这个词。红尘。红尘。红绸。红绸。哎。啊。红绸，红绸，红绸。正确。红绸。喂，再想想啊，这屋里应该没有了。好。红醋。红醋有吗？好茶。好茶可以啊。好茶。好茶。正确。好茶不行，好让他拿了桂花清源。火车。嗯。真快。一会儿给你把钱送过来。哎呀妈！火车，正确。红，换一个红，不是红。回春，捧场。顾一晨，正确。来，我们大鱼，预备。我看到了什么？哼唱，好吃。红柿，好好吃啊！安慕希，好吃，正确。红柿。红柿是什么？就是翅啊。灰尘有了，灰尘都有了。啥呀、啊？红绸，红绸有了，红绸有了。哎呦我去！能给我撕下来了。想烂脑子。荤菜，荤菜正确。哎，你要这是花草？花草？不是，海草。海草。一颗海草。嗯，可以。你俩都不跑出去了？他俩就在屋里找了。很扯，很扯，还有就是，很扯，为什么不算？你扯，真的很扯，你不算的话，你真的很扯。火什么？火烧是火烧火烧火柴火柴有吗？火柴有火柴吗？火柴是。谢谢，走。火柴，正确，是不是没有了？没了。哇！我们要找到一个，逼急了，我们要找到一个，满了。是对的，但是满了。是什么？胡茶。满了已经。哎，这是我们算分的吗？算。得打个广告，周身如故，风起冷兮。
哎呀，那灰尘是谁想的？沙哥。我刚看见他拿，我看沙哥拿了一坨土，我就知道完了，灰尘没了。挺聪明啊，脑子转挺快。哎呀，我告诉你就一玩起来，嘿，眼不花，耳不聋啊，哎，身体不。翻词典购物啊！八名成员分成两组，进行翻词典找东西接力赛。好，晚饭了啊！成员翻开词典后，选择该页中的一个名词作为目标物品。框框里面的组词。花纹好找。花纹。谁家卖奶茶？上一位成员将目标物品找回或买回之后，下一位成员出发，率先完成四人接力的队伍获胜。那怎么这就已经分组了吗？分组了，就做好按照大家做的就分了。对，假如说我一翻姜，然后谁去买？你翻到了就你去买，你买完回来之后，下一个成员开始翻。哦，请双方确定第一位出战的成员分别是。那我第一个。好，我先去吧。好，你去吧。Baby 要这样 ，Baby 要第一个去。那就按照座位，我们一二三互报。好，三局两胜。梅城古镇翻词典购物游戏第一轮，啊，阿弟耶！天哪，这个阿公、阿婆，刚刚那个虾，阿婆，我们是阿婆，阿婆就是跑得慢点儿。他们还没找到是吧？1078，躯干。躯体，找个躯体就完了呗。躯体就是拿个身体来就可以了。蛐蛐也可以买，蛐蛐蝈蝈。蛐蛐多难买。Baby， 快跑！快！你们好。Hello。你们太年轻了。Hello。哎，你可以跟我去玩一下一个游戏吗？好的，谢谢。阿婆加油，阿婆。拜拜，你太年轻了，这么快啊！来了，回来了，天，加油，阿婆，加油！哎呀，阿婆来啦！阿婆来啦！杨阿婆，加油妥了！明明是个姐姐，你非叫人阿婆。我是146页，长枪。长枪，我最爱搞长枪了。你看那楼下是不是有长枪吗？长枪是吗？对啊，这摆地摊的肯定有长枪吧？长枪。有什么是有身体的吗？哎，可以买给这把可以奥特曼吧。好，谢谢。客气。Baby， 快跑！这上楼梯都得上半天。躯体，快来！奥特曼躯体，翻吧。快第二个！无名小卒，我天，无能，无可奈何。无名指。你去拿一个手啊！拿个手就好。像无名指。上哪儿拿手去？娃娃呀，那个有娃娃，有那个娃娃。无名指。跟那个美女娃娃，快！无名指。长枪，哪有？谢谢你们啊！有没有什么娃娃啊？什么？有没有什么娃娃啊？什么？娃娃。长枪。娃娃，20吗？好，谢谢。快睁开，快跑！好累啊，这东西。加油！无名指。长枪。我发了。我来了啊！电磁炉，电磁炉，电灯泡。白菜。等会儿，白菜好买。你找个饭店买个白菜。白菜好买，给我。白菜。白菜，点心，这不点心吗？点心。白菜，你要到梅庄小区，梅庄有梅。要到梅庄。梅庄远吗？梅庄就在这里。啊，去梅庄宽
没妆有白菜。左边，左边，左边，这个，左边。没妆，找他要白菜。有白菜吗？有白菜吗？这不行是吧？ What？从里面出来了，没有找到白菜。白鹿加油！有点心吗？点心，点心，点心！给我一，给我一个，多少钱？多少钱？五块，五块，快拿一个！快快快，快快快，给我一个，我谢谢谢谢。有没有白菜？快，白菜，白菜，白菜！快，慢点跑，等我，慢点，别踹的。鞋带开了，我鞋带开了，是不是楼梯很高？点心，发了啊，发了啊！哦，有没有白菜？有啊！哇，太爱你了，多少钱？五块钱啊，谢谢。冲！回来了，回来了，傻哥，加油！坤儿拿着白菜来了。我们这一个月没有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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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宝宝，宝气性是娃娃就行。宝宝，下巴下巴，找个有下巴的娃娃。有了，下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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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四幺幺，下巴。哎，哪有玩具啊？有宝宝吗？宝宝。是啥？这不是宝宝是啥？买个这个娃娃多少钱？十块。快点，快快！十块。点快快！对对对对对！快！对对对对对！哎，加油，三哥，三哥，你是最后一个，大哥。输了，我裤子都跑掉了。第一局，左边的四位成员胜出，恭喜他们。也谢谢我们的杨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没事，阿伯，下次再来啊，阿伯。宝，你这个娃娃拿了那么久啊？宝宝，他一开始说那个是宝宝，那啥是宝宝？我要拿是娃娃，我要拿了那个他就没了。对呀、啊，这不是宝宝，拿了上来不对，你还得下去。对啊，你还得跑两趟。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可以喝点茶。对。沙哥要不要来第一个？好，我第一个。可以，我支持你。这个楼梯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是的，就靠最后这一步了。好，我第一个。第二局，翻词典购物。第二局，翻词典购物。这有什么？这什么词儿？卷子。卷子，卷子不好买。没有，卷尺。卷尺也没有吧？瓷砖。瓷土。瓷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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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瓷器。二幺三的瓷器。没有。没有。可以过。重新翻一下。翻一个，嗯。哦，他们还没有啊？这有瓷的东西吗？瓷的，瓷的东西。哦，给我啥样的？在哪儿呢？好，谢谢啊。回来了，回来了，傻哥。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对，你下去把他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上来呀。读书人，读个书的就行，你现在编辑就行。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读过书吗？读过书，过来，过来。我是读书人，读书人，我们这位读过书就是了呀。这读书人
需要考证，你有证没有啊？来来来，请坐请坐，他会读书就好啦。说贡献贡献贡献，什么鬼啊？要不然过吧，过过过过过过一次。过双眼皮，什么词儿？买什么？双眼皮。什么？双眼皮。双眼皮。哎，你过来，你给我看单眼皮的。什么？净土，净口，净手。在哪里呀？净土，净土，净土。净土，我去拿一把沙子。我来吧，我来，我来。净土，放这里，放这里。啊！你这土一点都不净，这是净土，这是很多的生命之源。净土是一种那个意境，意境。龙头啊，龙头啊，龙头，好，龙头啊，龙头。刚才舞的是虾呀，龙头应该很难找吧？双眼皮有吗？看一下。有有。双眼皮，双眼皮，506啊。孩儿。孩子。哦哦哦哦。孩子。孩子。孩子，你能买着孩子？买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娃娃就行了。娃娃，娃娃，右边。有龙吗？龙，龙，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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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龙头。姐去哪找龙头啊？哪里有龙？恐龙，恐龙。哦，孩子，走，孩子，跟我走。孩子，张开，恐龙，恐龙。啊，年轻啊，就是年轻，这坤跑得真快，上上上上，慢一点，慢一点，还真给大小带了恐龙，龙头，龙头，龙头，来吧，下一个，孩子，不行，多大了？超龄了，超龄了，多大在我眼里都是个孩子，超龄了，十岁长这么高了。奶奶，奶奶不行，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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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吉祥物，吉祥物，快，陈哥，陈哥，奶茶，奶茶在哪儿？谁家卖奶茶？你好，有什么吉祥物吗？吉祥物，那这个吉祥物吗？这，有个吉祥物。哎，我们组。晨哥不见了，晨哥跑很远了。谁家卖奶茶？你去那么远干什么？哎呀，吉祥物只拿了个什么？奥特曼，他拿了个。这不是吉祥物啊，这个代表的光。奥特曼，这不是吉祥物啊，是孩子的吉祥物啊。这肯定不是吉祥物，这只能算玩具。哎，不应该告诉人，应该让上来的下来。晨哥，你在干嘛？他找什么？晨哥找什么？奶茶，没有奶茶。这种奶茶。可以，什么没有，整个都没有。那你就上来再翻一个，没有奶茶根本就。再翻一个，翻一个，谁翻一个？667睫毛，睫毛。周深，哎，招财猫，看看店铺里面有没有招财猫。哦。快把摄像老师，摄像老师，陈哥，来，走。睫毛来了，有睫毛了，有睫毛，我们完成了。招财猫，他们找完了吗？输了，输了。读书人，我们要考一下。我们要求证一下，布兰词你背一遍吧。布兰词来。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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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一个。
有两个问题、啊。背个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读书人，读书人，读书人，果然是读书人。读书人，谁写的？不行，再送他们一首《锄禾日当午》。实在是不够，真的不够。贵妇，贵妇。贵妇是一种狗吗？不是个贵宾。不过皮皮虾冻的呀，我能抓吗？不用，抓了啊。抓。哎呦，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叫什么？这叫龙须菜。哎，他们说有19种食材，就是刚刚吃的，我们吃一个大盘菜。19种里面有哪种？对啊，19种都有哪些？赵哥，我们有点忘了。这个皮皮虾，皮皮虾，这个我们知道。还有鲍鱼，来鲍鱼来一个。我们一下快赢了。我吃了。你知道，我们做菜的时候，正常拿哪个？这个。拿这个也拿了。我拿一个这个吧。嗯，有没有海肠？海肠在这儿，这是。哦，对，要海肠。海肠。海肠。啊，你看，我要一个就好了。那我给你拿吧。Oh my god！ 帝王蟹，这个是帝王蟹吗？这也是帝王蟹。要一只吧，哇塞，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咬我呀？面包蟹，面包蟹上面的有。我看看长什么样，好像没有这个蟹，没有这个蟹。面包蟹，还有这个，刚才记得钳子吗？有那个钳子有。这个没有钳子怎么弄？对，有这个，师傅。有。啊，什么鱼？先生。你确定有这个？确定。啊，先生。反正我就知道，我因为我没有一直在吃鱼。什么鱼？啊，你可以放松放松一下呀，小鲤鱼和先生鱼，你看怎么样？什么鱼啊？什么鱼啊？哦，这是小姐鱼啊！我天哪，给我一个小姐鱼好吗？一个就行。时间还剩5分钟，还有5分钟，要换东西，换东西。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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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对这个对。海肠，还有。哦，好了。呀。赢了。我们赢了。好，我们公布大家找到的海鲜品类。首先是郑凯组，你们总共找对了15种海鲜。哇！是。没有找到的是小姐鱼和先生鱼。小姐鱼和先生鱼。虽然你们找了花蓋，但是找错了，然后还少一个。面包蟹，那我买了小姐。然后，超哥组，耶！你们也找对了15种海鲜，耶！没有找到面包蟹、白蚬子、小姐鱼和先生鱼。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有先生鱼和小姐鱼。公布，陈赫组你们的成绩是18种海鲜，18种海鲜。买了先生，我买了小姐，就差一个白蚬子，拿错了颜色，要不然我们十九种全对。你们要不然留下来跟工作吧。